从空中俯瞰福安是一片狭长谷地，受季风环流影响，夏季高温多雨，闷热潮湿。因此一把既能扇风又能在雨季挡雨的铜油扇，成为了家家户户的必需品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福安这个叫官浦的小村子，有80%的人都在从事油扇制作。如今这样的家庭作坊只剩下3家，池建华就是其中之一。